可以啊，算了，大家一起唱。对啊，好强哦，太厉害了。Yeah. 下次可以不用唱了。唱的偷懒菜，对，我可以去后，我也可以去幕后，征求机会，没了，不唱了。然后只要我想 bridge 的时候，他靠近我，然后我靠近他，他要下腰吗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他那个本能的觉得我会靠到他的头。不是我，今天超害怕，好像，对，因为本能一次性就是差点要靠到他，差点晕了，就直接主唱负一。哎、欸，马上真主唱，没关系啊，下面就是大家都会唱，就是大家可以帮忙一起唱。耶、yeah, ，会唱的大家快加入我们的社群。对，哎、欸，耶、yeah ，先植入一波。对，然后就是follow 我们的 IG Instagram， 就是找 dislike D I Z L I K E，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G 社群，然后在上面有很多连结，然后里面有个小小神秘的通道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会。就是赖社群工会，对，我们的 Dizzy 工会里面会有很多废话，不是，很多新的事情，关于 dislike 的资讯，没错，里面非常热闹，工会一员吧，没错，耶耶。下一首歌曲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跳起来，现在已经很热了吗？还不够热，哦，跳起来，可是我好热哦，对，是，而且我被水泡到。汗水跑到眼睛里面，需要帮你擦一下吗？要。好了，那这首歌呢？那个大家要么很醉，然后要么就是很有活力这样。对。嗯，需要你们大家站起来。哎、欸，虽然大家都站起来，那再跳起来好了。这首需要大家 stand up，stand up， 好吗？哎、欸，楼上的听到吗 ？Stand up，stand up。哎、欸，挥个手，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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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 dislike， 那个第一次在台中那个 park 的地方跟大家见面，好，麻烦大家。